脸部精华油的使用方法。正确使用脸部精华油能够帮助我们肌肤变得更好，但是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脸部精华油的正确使用方法。那么接下来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三个我们常用到的脸部精华油使用方法。第一，它可以搭配面霜使用，以此可以解决肌肤干燥的问题。首先，当你正常的水乳霜的程序擦脸后，接着在使用面霜的时候滴上2到3滴精华油到面霜里，最后均匀地涂抹到脸上即可。第二，在敷面膜之前滴上几滴均匀在脸上，然后再去敷面膜，这样的话肌肤会更加滋润透亮。第三，在冬天天气干燥，在使用粉底液的时候滴上几滴在粉底液上，不仅能滋润肌肤，还能使妆容更服帖。